明天是个好天气。你刚才有说过。所以你有时间吗？可以出院啦。嗯，待会儿去办出院手续。那太好了。你也不看看这两天官方照顾得多仔细。哎呀，原来我妈只是拿阿让给我说笑，现在好了，哼，又多一个。以前我总觉得只要过了18岁就能成为大人，但最近我突然明白，大人这两个字最先代表的是责任。以前奶奶太辛苦了，以后该换我保护她了。这次还好有你们。哎，这是不是说明大人也是需要朋友的？嗯，需要，因为只有在朋友身边，大人才可以暂时不当大人。哎，下过雨的傍晚可真好看。嗯，明天是个好天气。嗯，一定是。我到家了，你也赶紧回去，早点休息。齐太太。嗯。明天是个好天气。你刚才有说过。所以你有时间吗？现在这一刻，我们是同桌了，真好呀。